他啥？你让我先来一遍好不好？右边开始，右边开始。可以进来。二，下面三四，然后对直。就像这样子。看鱼拍照 ，OK。有。他啥？你再练习一遍，练越多这个越是挑战。哎、欸，你们换颜色，换颜色，换来换去。换蓝色，换蓝色比较好。可以爆拍啊！啊，再来一次哦。开始，对，二三四，然后对直，就像这样子，这基本套招 ，OK， 基本套招，这样子会很好。好了，他在后面。那拿剑，不要换人。专业你就只能拿剑，拿剑的手会被烧到，开玩笑。对吧？电影里面是这样，电影里面是这样，摄像绝对不准。你会拍，你会拍，可以。那要拍照还摄影？摄影比较有效果，那要拍照也很有效果。我们在拍摄影。OK， 摄影就再来打一下，来一杯。好，一杯，来。一二三四。OK。特别去台中订的馆子，这个可以打快。哇！哇！哇！砍他的肚子！红长一点，高招！你动作跟刚刚一样。右左右，你动作一样 ，OK？ 右左右左，可以加上这样子。那我们再加点新的元素，要不要？这样砍下来之后，没有，来先停下来，然后我们往上，不要，我先往上一推，然后再后旋。好，我们刚好先当守护群，经典桥段，他干掉白光这样子。来，你是哦，预备，小朋友听听，预备，开始，起，好，记错了哦，右上左上右下左下 ，OK， 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。弹开后旋力，然后我再拔掉，甩一下，停下，因为我现在还蛮拍到啊，真的，